要来吃这家晚餐。刚刚完全吃不完的意大利面大一盒，明天在火车上吃，或者是早上起来吃，必完在魁北克了。突然好想睡觉，马上点了一个他说有枫糖加 whisky 的味道的那种调酒，不知道喝起来怎么样，没有喝过。坐在里面的话，它有那个乐团，所以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。但我还是想要坐在街道，比较有那个感觉。觉得有一点累了，想要走去公车站，可是这一条街还超级多人。其实我很少在北美看到街道上快11点还这么多人，超级多的。北克的最后一个夜晚一样完美。我觉得魁北克是我会想再来的城市。那我现在就回家咯，今天就要离开这个家了。我现在要拿弄早餐，昨天的意大利面，东西几乎都收好了，昨天晚上就收好了，现在就剩下最后的把一些早上会用到的东西，还有昨天洗的袋子，再把它最后收拾整理。10分钟我的餐结束之后就洗一碗，接着简单梳化，应该就差不多出门。好，退房了，到火车站了。随便选位置的，然后我选了一个靠窗的。魁北克再见。趟毕业旅行都是在坐火车，只有刚开始从温哥华到魁北克是坐飞机，因为我想要看看这边的风景。火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干净，超级干净，但它的速度就是这么慢，很舒服的躺在这里。
有空跟我打麻将去。哦，这个好像还没好多年吧。发现这个姜插座超级赞。